可你说的实话，我现在才是幸福。那我，那我就是幸福。让这个世界凋谢，后悔守在你身边。其实说到底，这都是心病，是他自己不愿意醒来。一切都在无期，我还有好多话，好多事情都没有来得及告诉你。比如我心愿，比你喜欢上师兄还要早。刚才是我自己的主意，不小心撞到了，不关他的事。当时心事啊，是吧，师兄？嗯，做的不错。明明说我三个字想一起长大，可是你的眼里永远只能看到师兄一人。一个女子竟能谈到如此，这是过程，只不过是普通的平凡。既然师兄觉得一般，不如让他让路。再一遍，记起从前的一天一天，一遍我不再失眠，记住我会在你身边。我好不容易才找到的，若想唤醒他，就应该去创造一个值得他留恋的东西。原来这世界我没可以放下，这希望也不够放下。沉迷在过去里只会把我们化解。你我之间两层，我不知道你梦里发生了什么，才让你对这里毫不留恋。其实这里也有人在等，一直在等。我等了你26年，每天都在和你思念着你。因为我总觉得你在梦里应该能听到一点，而且我知道这个世界对你来说很痛苦，但是逃避不是解决的办法。如果你想重新开始修正，那一切都来得及。人世间如果你天意醒来，我会陪着你面对这一切。谈离别总是在甘愿忙之前，我的眼并非只想想看泪蔓延，但是你我要走了。听到了，一个我恐惧，但是我还是要去的。我这些就会，你等我一下。重新我笑容更适合你的脸，再一遍记起从前的一天一天，一遍我不曾。我常常在想，爱情究竟是什么，是占有还是一见倾心，或者是身不由己的追随。我没有答案，但我知道重心里的目光始终追随着我，而我也在他慢慢的靠近中把他放在了心里。也许每个女孩一生都会遇到那么三个男人，一个是你年轻时倾慕的大人物，一如仲夜兰；一个是你幻想里完美的追随者，一如华容周；还有就是无论你是怎样的人，他都爱你的仲修。没有人是完美的，能爱上你的缺点才是真爱。愿所有看剧的公主们都能遇到真爱，我们江湖再见。